红方运动员中国勇士汪可涵，蓝方运动员曾获得日本极真空手道大赛轻量级冠军佐佐木仁子。首先有请蓝方佐佐木仁子。日本のチームドラゴンから初代王者になりました。日本から、相手を倒すために来ました。なので明日は必ず勝ちます。 The blue corner is...表现。和他对战的是中国勇士只有20岁的汪可涵。汪可涵目前武林风战绩是5战全胜。我记得汪可涵的武林风的第一战迎战的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南波久美子，结果汪可涵胜了这场比赛。赛后呢，南波久美子痛哭流涕，他觉得离开日本第一场比赛就输了，很对不起大家。今天他对阵佐佐木仁子，结果会如何？来，让我们有请中国勇士汪可涵。去年夏天，我第一次登上武林风擂台，对手就是日本人。那一场胜利带来的信心，让我相信自己能走得更远。之后的这一年来，我打了中美对抗赛。20岁的汪可涵，汪可涵1.67米的身高，战绩是5战全胜。从我刚才看到佐佐木仁子的身材来看呢，佐佐木仁子的力量上应该是很大的，身材不高，只有1.56米，汪可涵是1.67米，两人的身高差距很明显。
Round one。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是我们进行的中日德三国对抗赛的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红方叫汪可涵，也是我们女子56公斤级的中国勇士，蓝方叫佐佐木仁子。双方往场一站就看到佐佐木仁子的身材不是特别高，但是他在场下那种移动，我感觉非常的灵活，灵活，而且从他上体上肢力上看，就是上肢量比较大，因为他的身高不是太高，比较属于比较壮的那种，对，属于底盘比较稳，对，一看属于那力量型的，力量型的，对对对。那个我们这个中方的女选手啊，在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优越性的，所以说都非常有实力的。今天呢，我们汪可涵也在国内，在我们五零三擂台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今天那个汪可涵打这个佐佐木仁子，从力量对比来说，这个佐佐木仁子力量比较大，哎，对，从身体条件那个看，汪可涵是了解瘦长，但他力量对比还不如这个佐佐木仁子，对，一对拳我能看得到。那么这时候我觉得那个红方汪可涵，更多的还是要用一些腿法先控制，用侧带动控制距离，然后以腿法开路，然后拳法重击。这个日方选手就特别的粘人啊，不停的往上攻，这是他们的战术。那么也有些观众啊，就看我比赛的时候一直提一些问题，就说，漂亮一个摆拳，这个重击，对，看着啊，好，再乘胜追击，又一个后手重拳。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佐佐木仁子，他一直是盯着这个汪涵的前手拳。那么我们武林方现在采用的是扣分制，是每局是10分。他们扣分怎么来扣呢？在一场比赛里头，就是一局比赛里头，看你有没有重击，对吧？五秒。对，第二是看你有没有强毒，我们一二三四吧。这个强毒呢，这就是我们要扣出2分。如果没强的话，看你有没有警告；没有警告，看你有没有重击。看你没重击，然后还有一个看你主动。对，如果中间没有，那么就看你这一局比赛当中谁击主动。对，那就看你这局赢。如果大家差不多，那就判平了。对，所以说进攻积极还是有必要的。已经倒计时了，第一局。因为宋老师，第一局比赛这个汪可涵还是有这种 KO 的这种可能的，对，但是有这种苗出现这种苗头之后没有抓住机会，当时很可惜。所以我们就看你有没有重击，就汪可涵的三击也是有重击的。那么就在这局比赛当中，这个日方这个中锋人只要被扣分一分，就是扣分制嘛，一局扣一分，除非你被强夺扣2分，但没有扣2分，对。那么如果被强夺了，而且出现犯规情况，那么警告也要被扣分，这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的。对对。